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12月2日讯，凯尔特人老板 Mike Grossbeck 近日参加一档名为 The Greg Hill Show 的采访，期间他谈到了下赛季能否有球迷入场观看比赛的问题。我们都在密切合作着，大家都怀着感激和尊重之情。我们也在与州长、政府人员和花园球馆工作人员讨论着。Mike Grossbeck 说道，我们有过多次会议，努力保证每个人的安全，也让每一位工作人员都安全，同时也会从中平衡很多事情。我们正在努力做正确的事，做我们能做的事。当然每个涉及到其中的人也都在关注，但受疫情影响，这真是一段可怕的时期。我们都觉得几个月后如果有了疫苗，情况会好很多，但就目前来说，就今天来说，我们还都处在危险之中，所以我们要看看进展如何。新赛季我们也在为球迷们计划着，我们计划也希望能在2021年尽快可以达到 25% 至 50% 球迷入场的标准，但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很可能会先安排一些非常重要的人过来，保持一个非常精炼的组合，毕竟我们要保证比赛能安全进行。Mike Grossbeck 补充说道 ，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，再走啊，老板。